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美美。我手上拿的这个是上次有为各位介绍过的虎斑圣蕨哈，长得很漂亮啊，各位看一下，它的纹路越来越明显了。好，找一个比较明显给各位看哈，这边有没有拍得到吗？这边，好，就是它的叶子哈，就比较有变化一些了哈。然后最近我发现哈，它底下有小苗，有没有？啊，对，从盆子长出来，从盆子底下这边长出来小苗。那我现在不跟它做移植的动作，我想说过一阵子比较大的时候，我再来做移植。事实上，之前我有移植一盆，我给各位看一下，这个之前我有发现哈。这个有小苗，我已经先做一次的移植，它也有长嘞。各位仔细看，这些是新叶哦。这个，这个新。这个新的，你前面这个是新的。哦，这个是新的。啊，这新的，这新的里面也还有嘛？嗯。有活了嘛？里面还有也还有新芽。嗯。所以我觉得哈，这个大一点再来做移植，应该也会活了，也是 OK 的。所以我在等它。再大一些再来说吧，然后目前看起来长得不错，在我这一楼的花园里长得很漂亮，都蛮蓬的。有啊，它其实里面也有很多新的那个叶子出来啊，小的，因为太茂盛了，所以你没有办法看得很清楚，可是确实都有一直在长，都有新叶。其实各位如果喜欢也可以去找一盆这种的吊在家里哈，看起来也很舒服。对，绿油油的，好像五寸盆就可以了哈，这样子没有很大盆。嗯，五寸盆，你想换盆也可以啦。啊，不换盆就是把一些老叶哈，把它修一修哈，也是很漂亮。好，当然是一般的圣蕨是很容易找得到啦，啊，这种的比较少。那当然是买一些比较特殊的来种种看也不错。那以上就是我为各位介绍的影片，如果各位喜欢我的频道，请记得订阅并将它分享出去，可以的话也别忘了帮我按一个赞，谢谢，拜拜。